6月12日晚，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之夜在沪华丽揭幕。除了一众圈内大佬齐聚一堂，电影《闭嘴爱吧》、《功夫机器侠》等剧组主创也是纷纷亮相，助阵频道之夜。作为中韩合拍电影《闭嘴爱吧》，集结了秀晶、艺昕、王一博等众多高颜值偶像，未应先热之势，也是要给票房一个大大的保障。不过颜值虽高，语言不通也是把咱们水晶给急坏了。据小编所知，小绵羊和王一博私下也没少集训你哦。现场女神苦学中文，这表情包括管理的也是萌萌哒。我教你几个字好不好？帮我翻译一下 ，OK？ 哎，请看，请看大屏幕，大屏幕。哎呦，太棒了！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据悉，水晶此番携手小绵羊可是上演了一场无数女生做梦都幻想的浪漫爱情，超人气男神偶像爱上我，哎呦，这玛丽苏的小感觉也是相当不错呢。일단전영화에서피언이라는역할을맡았고요이제유명하지않은댄서인데우연히슈퍼스타한빈레이씨를만나게되면서언어적인문화차이이런것도있지만 그안에생기는에피소드를다겪으면서이제한단계한단계사랑에빠지는재미있는내용이에요